Hopes Asia 的第二张专辑《彩虹之约》将会在今年8月11日在蒙恩教会推出。Hopes Asia 是一个基督教非盈利的机构，我们的使命是要借着音乐传达耶稣大爱的讯息，来打动亚洲人的心。彩虹之约专辑的主题是感恩，里头的11首诗歌虽然都来自不同的作者，但是歌词都是在诉说着神的信实，神的美好。感谢你上帝，你所赐的爱无人相比，我走了好远，你是在花火世界。放下吧，在耶稣的脚前重担天起了，雨后彩虹是你不变的，你是我的弟兄姐妹能够踊跃支持并出席 Hopes Asia 的这项活动，入场免费，彩虹之约专辑也会在当天出售。